第二十九题，已知金属活性 X 小于 Y， 对于右图电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在教福打电池的时候说过，活性比较大的金属做负极，所以 Y 这边呢做的是负极， X 做的是正极，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做负极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失去电子， Y 会变成 Y 离子，然后把电子放出来，电子冒出来，所以它是负极，所以呢 Y 会释放出电子，选项 B 呢是对的。那么正极的反应就会变成离子会生成我们的元素啊，所以我们 X 正会得到电子，会生成 X， 它的所以呢在这里长出 X， 所以它的质量呢会增加，所以选项 C 呢是错的。我们导线上在导电的是所谓的电子，自由电子，而在这个溶液里面电解质导电呢是靠离子，所以呢是电子在导线中移动，而烧杯中呢是离子在移动，选项出说电子游走于两烧杯中呢也是错的。因此29题说，对于右图电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Y 放出电子。